好的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去吃海底捞，又是海底捞。就是有在关注我的人都知道，我几乎是一个礼拜大概吃个两三次。真的，你真的海底捞大王。对，然后我现在是海底捞五星会员。到底有什么意义？但是我要跟大家讲，这一集不是业配，这一集我要做一个我频道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个挑战。好，什么类型？就是我们今天要整人，然后我们已经算我也要帮忙整，就对了。你要帮忙？是谁？就是我们要整宇谦。然后因为我每次去吃海底捞，那个捞面师傅就会一直弄你。哦，对对对，我知道。因为我已经吃到五星，所以我认识里面一些经理什么。然后我就问说可不可以那个捞面给我，我来甩，你来甩哦。我要看宇谦有没有发现。然后我在想，我们应该要有几个阶段，就例如说我第一次去是捞面，对。然后假如他没有发现的话，在他后面拿面一直弄他，再放个嘟嘟嘟，拿面跳绳。那假如这四个他都发现不了，就我觉得你就直接用那个捞面，他就没救了。对，你就直接用捞面把他勒死。好，那我们去吃海底捞吧。Go。就是等一下我们不是要吃海底捞，嗯。然后等一下我们要整宇谦，嗯嗯。就今天终于不是你被整了。好，很好。怎样？等一下我吃到一半我会先出去，嗯。然后宇谦来，对。你要录进吗？你要来吗？刚才录一周 vlog。他现在就无聊到在录这种影片了，就是等一下吃海底捞，嗯，然后我们打算点就是一些没有点过的食物，就是对类似就大家不会点的食物。好耶，他终于吃到海底捞五星，终于开始挑战了，恭喜你！先想逃了，不需要录，我们自己。你走，反正点了中午就会先出去，然后。我就会扮那个捞面师傅走进来。嗯。嘉靖的展要去干嘛？他好像。我也不会用。那我跟你讲，你要跟我一起去。那欢迎大家截图。我们要准备去吃海底捞了。哇，你这个拍法很难剪哦，而且是完全没对焦。这什么鬼？眼睛吃镜头喽。要吃海底捞开心吗？开心啊！你对海底捞什么期待？我对海底捞充满期待。是小吴，嗨！今天会来吃海底捞，其实是因为我要整宇谦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就是我今天特别订这个包间，然后就是因为我等下要扮那个海底捞的捞面师傅。他看会不会发现吗？对，人家甩出来他的脸。我就是要甩他。我就故意让他坐在那个。跟你说，一定要跟大家说，好不好 ？Jack 是我们的五星的会员，五星才能这样子整，玩很大。等一下，我要整宇谦，然后我会扮成海底捞的捞面的。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所以不要讲。好，然后好。开心吗？好玩耶！我以为今天很难睡，我发现。我们现在来到海底捞了，对，大家请看一下五星会员的待遇，真的很厉害耶，就是五星才可以坐这种位置。对，我们今天在那包厢。哎，重点是刚刚那个工作人员问他说：“你有来过吗？”没有，他只是礼貌，就是他们有 SOP。颜面扫尽啊！对啊，我们今天要挑战点，就是。大家平常不会点的海底捞食物，对。开心到我就要到了，好，可以了。各位，怎么了？你要请客吗？没有，我今天。哎，谢谢你，海棠。谢谢。谢谢五星会员，谢谢海棠。我要先走了。真的？那你这样先结。我现在来做 ending， 你先留个800应该够吧？我够，我要去拍夜配。你聊什么？你真的要先走了？就 ending， 至少要留个1000给我们。好啊，好，拜拜。什么烂结尾啊？烂结尾。哈哈哈。好了，各位，现在呢，我已经出来了，我现在在厕所里面，然后因为我第一次做这种整人的，真的是蛮紧张。那我现在呢就要换
海底捞捞面师傅的套装，换装完成，也就是我今天的装扮，哇，全白了，然后配上这个衬衫，哎，真的完全一模一样，好屌，但完全看不出来是谁。然后等一下我就要拿捞面去甩他，我要先打给经理，好紧张哦，第一次做这种企划超紧张。然后我现在要去拿捞面。喂，喂，你好，我现在好换好衣服了，我在厕所这边。有有，我刚刚在厕所外面等你。好好，那我现在出去。而且什么8000、9000，好背啊！等一下，国安在我们家也可以。捞面来了！终于可以捞面喽！捞面嘞！打雨天，打雨天，打雨天，真的，他很喜欢被面甩。重点是看甩哪里。这面不能吃了吧？等一下，这条可以吃吗？甩高一点，甩高一点。好北南哦。这个脸是可以这样甩的。北南我甩到脸，我记得甩到脸啊，不能甩到脸。哎，不是，不能甩到脸吧？勒他脖子，不是太奇怪了吧？快点卡地啊！我想勒他，勒他！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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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你还要继续甩啊？这么专业，这专业的掌声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还踩到你的妹？哎，这个我练过哎。哦，可以可以。你要出来戏？没有，你要出来戏。还在问这个，再要出来戏？我要新。他要新的，而且。怎么会很多表演播自己的歌？对，要唱啊！我好帅啊！帅什么？谁说的？他弄得很帅，那个甩面，这是他的超快。对，你好吃，这一条真的可以吃。他刚露没露出笑声，我真的完全看不出他是谁。因为你不会猜到出来，他就会感觉也是。没有，重点是这边的师傅不会真的勒住人家，跟你勒太快了。给大家看一下雨倩，雨倩的脸，你看都是粉哦，看得出来吗？大家注意，就是凯浩刚捞出来的那坨面。丑不丑没关系，但是可以吃比较重要。所以呢，等一下还是会把它用来吃。而且雨倩刚好想要吃面，这也是我捞的。是他捞的。来，凯浩自己试吃看看自己捞的面。那太粗了，这是面疙瘩吧？极宽面，应该很厚，但口感怎样？口感怎样？扎实，很有扎实，很有嚼劲。雨倩也吃吧，雨倩你也吃吧，他特地捞给你吃。对啊，对啊，很好吃，那个很粗哎，太粗了，超粗什么啦？就是整条宽度三公分，好吃吗？非常扎实，看个人有没有喜欢那个淀粉，它是非常扎实。猪的，那你觉得我之后有机会来这边打工吗？好，先不要。他要拉新的了啦。可以叫专业的吗？好嫌弃。OK。叫专业，叫专业。耶，谢谢海底捞。谢谢海底捞，谢谢。谢谢海底捞让凯浩这样胡作非为。大闹特闹，大闹特闹，大到底。
真的是五星 VIP 的功力耶，对、啊、真的可以自己下海表演，可能今天表演完你还要表演，还要回到那道吗？那我们要怎么吃？你可以下班交班啦，交班那我们怎么吃？同事来了，没有雨谦，你要再多看他几眼，确认过眼神，确认过眼神。对没？你刚是这样甩，你看你刚刚没有这样甩，他很厉害。不是、啊，你是当我真的员工，然后整个都哇、哦，好厉害哦！他的颜色，哇、哦！再次，打到，这条面看起来好吃多了。哟。怎么样，雨谦？哎，这个还是可以吃哦。捞完面，我们还是会把它吃下的。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发现？回头。先拿下去煮。回头，因为我刚刚有一次躲避你的视线。我也吃见。你有发现吗？有，可是我没有想到。没有，就把它。就全部人都知道，就我不知道。就只有你不知道。整我干嘛？今天这个海底捞捞面师傅，你打几分？肯定是100分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整人成功，这是我频道第一个是整人计划，所以我为了那个几率比较高一点，就选了你。我没有很开心的。不然你觉得我应该要整谁？佩玉太难了，佩玉完全整不到。然后今天出歌了嘛？对，所以呢。大家可以去听我的歌《平凡中的奇迹》，对，然后今天整你就是因为要打我的歌，谢谢。虽然是两个没有关联的东西，但是在结尾还是硬要讲。好，所以大家赶快去听我的歌《平凡中的奇迹》，然后记得点赞这影片，然后留言雨谦好可恶，留言凯浩师傅很会捞，好，留言凯浩好会捞面。然后就会选一个可能会去捞给你。那记得追踪我们的 IG， 订阅我们的 YouTube， 分享这支影片，大家拜拜。我想每天遮掩就是你，近距离感受你的鼻息，你的吻。